雪宝，英俊，给，看看绿宝石啊，来，带你们玩球球。我去，这尴尬不？那第一次抛球就抛到那屋去了。我不止拿了一个球，这还有啊，继续玩。这是过节给你们买的玩具之一，让你们过节都开心开心玩一玩。哎呦我去，你们跑接力呢，看我的，这球确实太适合他们玩了。哎呦我去，真是一团乱麻，跑的乱七八糟的。这个球弹力特别大，碰到墙啊或者是放在地上都能弹得又远又高。瞅着，这玩具好玩，第一次买这种球，弹力球超弹的。来，二龙戏珠，哎呦，英俊来，我发球，哎，菊宝来，菊宝我发球啊，哎呀太过瘾了，终于又看到你们如狼似虎的一面了。球呢，李宝，球呢？你是叼嘴里了吗？你臭不要脸的，叼嘴里了。胡云军这家伙打靶的卖艺都没有你卖力，对，你太扰民了。李宝那个臭不要脸的还叼走一个球，这家支持的玩意儿完了吧，还不和别的猫分享。看看这个绿的真好看，谁哈谁呢，都是玩嘛，斤斤计较干什么。路易进来不？一起玩一会儿吧，路易。你这闻啥呢，路易？那已经递上好几个球了，胡云进都准备好了。胡云进，你老空跑干什么？贼不走空，你不得带个球走吗？这一会儿就累了，都躺着了，还有第二梯队上来没？酸菜扒了一下，那顶顶什么玩意儿，假踢还虚晃一招。哎呦我去，这俩玩意儿接力呀，这接力还跳大神呢，一个大神一个二神。你举法，哎呦我去，胖虎你干啥，这是老子动动就，你瞅瞅，你又不玩，你老在一旁袭击别的猫干什么。酸菜你，哎呀，雷声大雨点小啊，
跑过去像踢球去了，胖虎又出手了，又在一旁偷摸袭击别的猫，也不知道这是给自己弄到了臭名昭著的地步。